美食天地，你我他，欢迎的我的阿勇塞，谢谢。你刚才一讲吼，伊自从来新的电视台，伊发现就感觉讲吼，他越来伊的面呐，吼，愈来愈春风啊，吼。啊，但是头毛是哪会哪少，啊哪会哪白啊？这个帽啊摕起来，无你摕起来，人客讲唔信。拍拍看，伊讲哦，我阿爸起来讲，毛用要落了，佮兼白足济头脏的啦。为虾米？咱的人家爱看，阿要五星级，阿要佮五星级，阿要佮袂使讲伊买无材料，阿佮物件爱佮好食。为呾佮爱，比如讲像咱家己都有迄落食的甚物米，当地的一寡吼迄食材，伊都爱去想呢。物件要煮做，伊煮做的料理嘛都亲民的啦。所以咱。当朝这边的料理，啊，甲改变一下。感谢来，咱电视机的观众朋友，安尼请就来听阮老师要来讲，迄个当朝，当朝叫蚵仔包嘛？对。咱叫做蚵仔酥。蚵仔酥。蚵仔酥，蚵仔酥，酥伫后边嘛？啊，怎么啥头字？香酥蚵仔。好，来，到底你安那变咱当朝蚵仔包？嗯，来，看卖下，试看看，别知道。有鸡卵。两粒鸡卵。啊，五花肉你要甲生一个。哦，肉啦吼，三层啊，切出丝丝丝，啊，切啥？本地味道，生一挂五香，五香，胡椒粉，嘿，哦，啊，甲咩豆油？唔免，红五香，胡椒粉，安尼得。可以，迄个芳葵，嘿是。我来冬粉，冬粉，冬粉来泡过水哦。泡水。嘿，啊，再来韭菜。哦，我上爱食，我上爱食。再这是姜母。啊，赞，调味，调味。咱只蚵啊，蚵啊，爱先炸过无？嗯，你要炸水，炸下炸水就好，含人炸伤熟哦。啊无，诶无蚵仔味，诶无蚵仔味。啊，这个啥物皮？春皮，春根皮。春卷哦，啊那也无啥咸。有啊，这机械。哦，唔是用人工就对啦。机械，机械四角的。啊，这米粉。米粉来，好。啊，这个敢爱？爱。这个爱哦。火甲点嘞？火甲我点。有啊，有点。咱即马咧做调料。嗯。调料对，来，哦，葱啊油，哎，有心怕呢，嗯，啊，时间搁倒啊，因为爱迄个两芳哦，后边啊，你一捆倒来吼，迄个芳开了无？用一挂油，这边较芳，嗯，好，两芳，对，爱用两芳，嗯，你来，好，赞，哦，咱这姜我上爱。安尼会就关火。姜葱蒜是我最爱的。好，安尼关火。安尼好啊。嘿，安尼好啊。啊，紧无？紧。啊，即马拢伫内底搬尔。安尼内底搬哦。嘿。安尼。对。啊，袂使开火哦。袂使开火哦。对。袂使开火，人家你有听无？袂使开火哦。啊，你来买啥？鸡汁，鸡汁健康。嘿。好，鸡汁较健康吼。等于就是。内底有淋迄落鸡汤的意思啦，吼。啊，淋一寡盐梅啊，嘿，让伊较有够味。较有够味。啊，阿英倒也无加汁的，老师要安怎？啊，就啦。用鸡粉。鸡粉，好对，好，好。好，阿你也拌拌嘞。哦。啊，你这样爱，咱带下鸡汁吼，爱用个蒜。嗯，爱用个蒜。嗯，好。反正嘛。用这啦。老师用这，我先用点啊试看麦。好，好，安尼。这唔才袂浪费。这开头个爱用较济。吼，用较济蚵啊哦。嘿。哦。啊，咱即马。啊，这这边只要怎样晓？嘿，啊，但是啦，啊，这爱慢慢包。慢慢来包。对。慢慢来包。我现在要用机械的春皮。对，为虾米？因为伊较袂扁，较袂扁哦，嘿，较袂扁迄个汁，哦，较袂扁料出来就对啦，木块哦，伊算讲密合度较强，安尼，你咱买无，咱买钱也无差，伊的切度拢会保持掉，哦，安尼，哦，啊，迄面粉是要包的啦，吼，好，安尼 ，OK， 水水，完了，好不好？点下这，点下这。哦，都澎都澎湃啊！哦，我油甲豆豆啊，好。安尼，咱豆豆啊，更好不好？对，好。啊，更好，才转来落去煎哈，稍等一下。哦，真够工，但是我来讲，慢工出细活。我来讲，慢工对了，慢工出细活，啊，好酒点暗底，所以讲迄有忌惮。好，安尼会使啊，好好啊，要落啊，来。
哦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这样温度刚刚好，可以的。可以。我爱个浸个金黄色了。浸个金黄色。哟，赞哦。所以拄啊，擦了并无困难啦。就简单嘞。最主要迄个肉香哦，有啥拄啊五花肉爱生过。我们台湾这边的贵口，你看，你捌食过乌地无？捌啊。伊黑地吧，就是咧芳溃。哦，了解。安尼就会使。对对对。你应该叫什？好，爱地油。好。那这样咧煮开，你看。赞。好。哦，这水。酥。哦。我好期待哦。真的很好吃啊。这种我含老师用心两个做位包诶。很漂亮的一个，里面有我们的爱心满满。看起来足足青草的，感觉哦，足丰盛的呢。对啊。这要请人客，还是咱厝的用哦，咱家己囡仔食，唔免外口食一挂卫生，咱看袂到的。对啊。店面谈什么你唔知影，在家里自己做好不好？咱今日的这个呢，在地好料理，咱的漳州蚵仔，然后变换出不一样的口味。对、啊。那你的什么蚵仔啥？香酥蚵仔。香酥蚵仔成功。感谢大家喜欢来美食天地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